那我们那个时候刚进国中一年级的时候，他选了一批航空少年兵，我就是那个时候被选上的。哦，第一个哈，你这个日语的程度要好，嗯，第二个你要入营啊，要经得起他们那种打骂教育。我是民国32年3月1入营，那个叫入校，入东北航空，就是满洲国东北航空学校。这个是在学校的时候，航空学校就这样。受训的时候升到了上等兵啊，升到上等等兵就等于你入伍完成，简直太难太难得了，照着他们飞机场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有的教官呢，他就教我们唱那个日本军歌啊，那个日本军歌有那个我们现在还可以朗朗上口的呢，那个叫爱国行军，爱国歌歌行跳口。哦，他们一开口就미오도카이노소라케데쿄쿠지츠타카쿠카카케바，就是这个。哇，很好听呢。还有呢，空军的一个他们讲那个自杀队的那个牛嘎练，就是入伍，入伍就是专门训练这个航空兵的，那就牛嘎练，预科练，预科，哦，预科练子哥，怎么唱的？这段我还记得，我看我想一想啊，他是那个好像，不让那西卡里。那时候啊，他们一走路不是像我们起步走这样子啊，一走路都是跑步啊，那个训练那个时候，天天早上起来6点钟起床以后呢。起床以后就拿木枪，带木枪以后呢就拜神社，要跑啊，信下，这个从那个队上啊，从那个候补者队跑到那个神社，那个神社是一个小庙，是专门供奉阿玛德拉斯欧米卡米天照大神在里面，先是吹口雷，啪，哦，完了，莫雷米基。向后转，卡梅亚西，海退。哇好逼真的。一公里多嘞，跑回来，跑到队上，跑到队上完了之后，九阴七支，枪减速，九就是枪，开减，九阴七支，完了就拿木枪了，那个木头做的那个皮刺的那个枪，好长啊，那么长啊。大哥拿出来集合，集合好了怎么样呢？人类是毛人麦基，就是你前列啊，向后转，向后两个就对起来了，对起来就开始那个对子啊，就西卡库哈兹梅就适合开始，就两个人比赛开始了，哇，哎呀喂，告诉你，停止练10个小时以后。那其他的你就要开始适合喜爱，喜爱就是比赛了，两个人开始比赛，少年航空兵嘛，少年航空兵，他是少年这一段时间就是16岁到18岁，何秀多嘞，他那个体征部叫何秀多嘞，何秀多嘞，体征部，他那个体征部不是像我们直的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提高平的，那个操场也是圆的嘛，走，扑腿就叫你马上就扑火，卧倒，那时候那叫大东亚战争啊，那已经大部分的日本军呢都调到南洋去了，调到南洋去，连我们都调到哪里呢？他们进去，我们就接第二线，我们就等于是。就等于给我们调到那个新义州，新义州来那个保护什么呢？保护那边有一个发电厂，小丰满。哦，小丰满。对，发电厂就是被我们那个第二飞行队，我派的第二飞行队。第二飞行队。第二飞行队。第二飞行队
所用的飞机呢，嗯、都是那种轰炸带射击的。我看过，我看过。操作下，操作下就是操纵者，就是我们讲现在就是飞行员嘛。嗯、飞行员在前座嘛，抬、嗯、到后座、嗯，中间隔一个，嗯、中间隔一个一、啊、不是、啊，中间不是隔一个，中间隔一个那个 gasoline tank， 嗯 ，tank。嗯、就是一个大油箱，嗯，大油箱外面是那都是外都是那个日本那个飞机的外形啊，外壳啊，嗯，给你给你包着那个、嗯，他们是飞的那那种叫那个自杀飞机的那种，嗯、叫神风特工队，叫神风特规动特工队，嗯，那种，嗯、我们是兰花特工队，嗯，什么什么特工队，兰花，兰花就是那个兰花，哦，兰花，兰花特工队，哦，特工队，所以我们要是外出外出放假的时候，嗯，先是都是我带队了。带队到哪里呢、嗯、就到丹东、嗯、现在讲是丹东、嗯、过去叫杭叫安东、走过去以后到空地、我们几点钟在哪里集合，现在解散、午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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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午野口雄哦，野口雄二郎，二郎就是他是老二，嗯、加太行老二、嗯，野口雄二郎，嗯嗯、航空兵、少将、我的队长是可他可啊啊，和田孝瓦他可哦，和田孝孝顺的孝，副队长才是中国人哦，副队长林长勇，飞机库，飞机库，可能是航空学校受训，航空学校受训的时候、受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上等兵，嗯，上等兵，上等兵是三个花嘛，到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是毕业了嘛，嗯是在安东造的嘛，嗯，安东，那个时候在安东，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那个新义州啊，嗯，朝鲜的新义州机场服务、那北北你是哪一位？我是这一个，哦，戴墨镜的这个，嗯、个开车的，嗯，这两个。这两个是日本的哦，是日本人、这张照片也是在入伍当中的那个、都是同学了，就是我、那北北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您怎么认识那个您的那个太太的、他是这样、他是他这个名字叫鹿鹿角鹿角千代子，千代子他那个时候是才26岁吧，28岁、我跟他认识很简单嘛、有一次我们逛菜市场啊，他、是过来的，这边理发嘛，哦，顺便也是来菜市场，就是这个老的这个胜利菜市场。那时候菜市场，五花八门的，什么卖什么的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在逛那个菜市场这条街，他怎么会讲日本话？哎，这个特别多。都是这日本国，一夜店的是干，我那说日本人的哟啊。哦，就聊起来了。他说的是干，那你一直搞呢？台湾に台湾来たんですかな。あのここはこここのところ一人あの娘がいるからね。こうねもう何回台湾に来て、2枚来て、哇，から、哦，他说的很流利。但是我也答回答的也很好。都是日本人。哦，都是日本人。他是这个就是他。哦，姑妈呀！哦，他的姑妈，他的姑妈、在日本。这个，这都是日本的，嗯，日本的，这日本人呢、对对，他们会他们，这就是他的学生，在担保是英语老师，英语老师了，英语老师。我们家过去是这不是有黑板吗？对对对对。还有的学生到家里来上课是他爸爸。哦，是他爸爸。